查接方式，把原来外轴电机线拔下，将旋转平台电机插头插在原来外轴插座上，然后打开调和机复位小车走到最左边的时候，按下旋转平台复位开关，复位完毕。下面是小车门，好，下面开关双头走到左边以后，按下复位开关，复位完毕，将激光头滑到雕刻物品上面，测量胶矩，用胶矩块来测量，胶矩测量完毕，保证激光头位置在圆柱体最顶端上面，设置好以后即可进行雕刻。